姨婆表面上很角色，但是她其实有一点担心自己老了以后怎么办，所以才会回来碰到了这个圣鸟丽塔胖的那个家庭。谢谢你，谢谢。谢谢，来跟着我念。我的婆婆怎么这么可爱？现在自己当人家媳妇，才发现气都不敢大声喘一下，屁都不敢多放一声，怎么换个位置那么难呐？而且你看到那个丁姐，就是我的婆婆，你真的有种肃然起敬。上有丁姐，下有大梅，我就夹在中间，我超可怜的。哇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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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彩香是小欧一个很大的支撑，就真的像小欧的妈妈，就不再只是婆婆，而是真的像照顾女儿一样陪她走过这一段路程，这样。我们都是开放式的关系，所以我并没有需要把彩香当成是我的婆婆。妈妈她跟我的观念是不一样的，妈妈那一辈是这样子，可是现代的女性的观念是这样子，老公要一起互相承担，相对的比较不会那么的疲累，要把责任都承担在自己身上。来，金箍奖，金奖杯，无法共存。妈妈要突然见婆婆，对对对对对，所以有一点是我带着她去，变成我好像在教她怎么当媳妇，比如说怎么 set 头发啦，对对对对对，怎么样有一个好的形象在婆婆面前，然后怎么搬名啊，然后怎么办桌菜啊，对对对之类的。但后来我遇到事情的时候，就变成是其实是妈妈一直在陪伴我走出那一段阴影。姨婆表面上很角色，但是她其实有一点担心自己老了以后怎么办，所以才会回来碰到了这个圣鸟丽塔胖的那个家庭。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，来跟着我念。我的婆婆怎么这么可爱？现在自己当人家媳妇，才会发现气都不敢大声喘一下，屁都不敢多放一声，怎么换个位置那么难呐？而且你看到那个丁姐，就是我的婆婆，你真的有种肃然起敬。上有丁姐，下有大梅，我就是夹在中间，我超可怜的。所以我觉得大家想看到我们吵架或打架，对。可是我们这季有吵架吗？有斗嘴，也是有斗嘴。反正我就戏里头，就是比如说我说小欧什么都不会，就只会那个唱反调最会，他就从头到尾都在唱反调，专长唱反调，叛逆的媳妇。对，嗯。杨先生停住了5秒。欢迎各位卡卡加入林氏，用不同方式看新闻，谢谢你看超人气 VTuber 爆新闻，直播线上即时互动，轻松有趣多元内容。3月16号起，每周六晚间9点，子午计划 VTubers 在三立新闻网。